完全係一個超級清新同埋薄荷嘅味道。另外，大家喺隔離見到嘅呢一間，其實佢都有調味嘅作用。好靚嘅呢一杯嘢飲，好似有一個世界喺我手上面轉緊咁樣，真係好似銀河，佢哋形容得真係冇錯。乾杯！飲咗之後咧，就變魔法公主啊我！大家唔使擔心，喺我前面嘅所有嘢咧都係可以食嘅。不過咧，佢哋就整到好似實驗室咁樣。其實咧，佢哋係分子料理。首先咧，好簡單，就係用個試管吸一滴嘅呢一個好似黑糖糖漿，之後令到佢變成一粒粒嘅珍珠。其實係有啲難嘅，不過咧自己咁樣整咧好過癮，好好玩。我哋嘅主角，滴滴。加幾多少奶呢？是這個人試好、最後呢加埋珍珠落去就大功告成啦。可以在這裡 DIY 自己的珍珠奶茶，真的非常之有趣。那我會形容這裡的甜呢為非常之 magical 的甜，你永遠都估不到你喝到的是什麼味道。